大家好，我叫邢飞，今年24，我的戏龄是3年。18岁以前，我是一名杂技演员，在文工团成长。18岁退伍以后，我很幸运地成为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班的旁听生。你哪怕你不会说，你表现出来。演员前辈的指导，你表演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。一次次甄别的考试，告诉他，这就是让我成为了一名演员。这就是开心的愉悦。短短的时间里，诠释了多个偶像剧的女主。一点点的感觉。从旁听生到一名演员，我也可以野蛮生长。大家可能看着我的外表很可爱呀、啊，我活活泼泼的。哎呀，想走？嗯，小哥哥。其实我挺想走内心戏的。你想干嘛呀？我们都因为有你这个朋友而骄傲。在这里。我不是校园小清新女主，我是演员邢飞，我已就位。